给你做条手链，稍微等一下哦。这样，哇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来，像这样把两端系上。好了，阿露。快系上，快系上！不要，站住！ 不行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阿露，没事吧？这里好疼，好疼。看来摔得很重，怎么办呀？先把它送去精灵医生那里吧，不会弄疼你的。 医生，听诊器放哪儿了？哎呦喂，是谁来了？医生，是我呀，努努。他可以来了，阿露也来了，阿露痛痛，痛痛。哦，原来如此。 没戴眼镜，眼前都是模糊的。在这边椅子上坐着等我吧。好的。哎，这光滑细小的身体上长了个圆溜溜的脑袋，是镜子啊。这个一根长线上挂着圆溜溜的东西，啊，没错。 这是听诊器，肚子里什么声音也没有，这不可能啊！医生精灵，那部位是屁股。屁股，屁股。你说什么？不好，那么肚子在哪儿呢？这里，肚子在这里。哦，原来如此。 肚子里发出了声音呢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原来是要放屁呀！现在好了，可以回去了。再见，小猪。对了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阿露，这里痛痛。 哦，涂在伤口上的药，在黄色的瓶子里，我看看放哪儿去了。黄色瓶子里装的药是抹在伤口上的。哦，谢谢你了，努努。医生经理，那是阿露的头。哦，是这样啊，来。
就不给阿露缠白色的绷带了，用个漂亮的丝带缠在伤口上吧。是这边。好的。好了，谢谢医生。哎呦，没有眼镜看东西真的很不方便呢。是刚刚那只坏鸟。不要，我的珍珠。快追。发生什么了？去哪儿了呢？是福袋里的铃铛声。跟着铃铛声走就能追到了，在这边。看来是用偷来的东西装饰他们的家了。努努，那里还有医生的眼镜。好像断气了。我的手镯。怎么办呢？我们先守着吧。可能是为了讨好女朋友才装修家里的。好像不怎么喜欢啊，真可怜啊。好可怜，那好像要重新做一遍。走了走了，他应该是去拿别的装饰品了。手镯拿回来吧，真漂亮，真漂亮。努努，在鸟回来之前我们赶紧走吧。我们给鸟装饰一下鸟窝怎么样？如果帮鸟儿把鸟窝装饰成它喜欢的样子，那么它就不会再去偷东西了。是呀是呀，要是放任不管，他又会因为要装饰鸟巢而偷我们的东西，真是个好主意，努努。阿露最擅长打扮了。那么在鸟回来之前，赶快装饰一番吧。好呀。这个放这里。努努，快看快看。哇，真好看，地板应该很暖和。这里也挂上漂亮的蝴蝶结吧。来了，快躲起来。看起来很满意呀。
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他们看起来好幸福啊。还好找回了丢失的东西，把眼镜和药瓶还给医生吧。我是第一名，你也太快了，露露。当然啦，我可是炫彩精灵露露啊。还好吧，阿露。还跑这么几步就累了。阿露要休息一会儿。快点起来玩啊。等一会儿。是蝴蝶啊。哇，好漂亮。漂亮。蝴蝶。你去哪儿啊？蝴蝶，一起玩吧。跟我一起玩吧。玩吧。阿露，小心点儿！阿露，没事吧？袋鼠，你也没事吧？袋鼠？是啊，袋鼠，是像我一样擅长弹跳，而且力气很大的动物。袋鼠呀，对不起，疼不疼呀？没事的，阿露。袋鼠会把自己的孩子放进肚子口袋里。肚子口袋？小袋鼠就是从这个口袋里出来的。小袋鼠真的很可爱吧？好可爱。看来小袋鼠也像阿露一样喜欢蝴蝶呀。看来都很怕口袋外面呢。到外面玩多有趣啊，一起玩吧。他还是个孩子，害怕的东西肯定很多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一起玩吧。我们去蹦蹦蘑菇那边玩吧。是啊，要是玩得尽兴，也会忘记让自己害怕的东西。小袋鼠啊，怎么样？哇，跳得不错，小袋鼠，你也上来玩呀。蹦蹦蘑菇真的超级好玩的。一起跳吧，一起跳吧。为什么不玩呀？他好像很怕出来。这多好玩呀！哇哇哈呀哈！呀吼，好玩！好好玩，好好玩！
哇，好厉害！我也要，我也要！哇，好，我也要！切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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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好像伤着腿了。哎，炫彩精灵露露，我快马加鞭去请医生精灵过来。拜托你了，露露。我把医生精灵请来了，快点吧，快点！哦，医生你好。好啊，是袋鼠妈妈腿受伤了呀，我看看。哦，没什么大事，只是稍微扭了一下。首先在腿上缠好绷带。哎，好了，今天一整天就别跳了，就坐着休息吧。如果小袋鼠从口袋里出来的话，袋鼠妈妈就能更舒服地休息了。是啊，小袋鼠，到外面来和我们一起玩吧。只有这样，袋鼠妈妈才能赶快好起来呀！一起玩吧，玩吧！糟糕，它好像不想出来呀。那我就先走了。为了让袋鼠妈妈能好好休息，你们就想法子让小袋鼠从口袋里出来吧。医生再见。袋鼠妈妈看起来很不舒服，怎么样才能让小袋鼠出来呢？看来小袋鼠真的很喜欢蝴蝶呀。蝴蝶，蝴蝶呀。他是想和蝴蝶一起玩呀、对了，就是这个蝴蝶，我有一个好主意，大家都到这里来。就是说，
怎么样？即使从口袋里出来，也一点都不吓人，还很好玩吧？被蝴蝶迷住了，所以不管了吧？我也来。哇，是真的蝴蝶呀，蝴蝶！呵呵，小袋鼠真的跳得好高呀！好，我也要来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跳得不错嘛，小袋鼠，你好棒呀！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呀，不错，真厉害！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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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